办公室报告，办公室报告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因为连续一礼拜落雨，土下真湿，嘛真滑，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，慢慢啊行，唔好伫个外口往外走。再重复一次，各位小朋友好。因为连续一个礼拜的下雨，所以地板很湿很滑，请小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，慢慢的走，不要在走廊上跑步。报告完毕。